吃了我的爱心早餐，就是我的人了。幼稚。站住！爸，哪来这么多包啊？你还问我？是不是你让林然这小子搬进来了？这小子一大早把我吵醒了，我昨晚都没睡好，扔了东西就上学了，真是的。我让林然搬进来，我怎么不记得？ 我想问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就生怕人家不说我们闲话吗？你那么着急想让他搬进来吗？怎么不把婚礼先定了？哎，好在我有准备，你来看看。薇薇，你看这婚礼的流程就这样。爸，我先去学习了，下次定。唐薇薇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了初二，我告诉你。唐薇薇。 我现在就给老林打电话，哎，他这个儿子他不要了，就入赘到我们家了。你，啊，喂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都怪我，不应该让你去喝酒的。不怪你。 谁能想到我们两个喝个酒还能碰见那样的人？哦，对了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怎么回事啊？我……那个臭弟弟居然让老娘睡沙发！不是弟弟，是我哥。你昨天喝多了，我哥把你送回来的。你哥？ 你哥是谁啊？靳子川啊！哎呀，你昨天喝多了，差点睡了我哥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开我哥房间门的。那个弟弟，替我谢谢你哥啊！哦，我还要上班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！你乖乖在家啊！慢走啊，姐姐。川。 我怎么感觉我喝醉了酒，错过了好多呀？你没事就好，下次我们找机会谢谢他吧。嗯。杨主编，求你不要开除我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求求你了。我就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麻烦你快点，你现在墨迹的话，我也不会给你工资的。 请你走之前把辞职信交给我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助理工作能力太差了，我已经跟人事说了，马上走人。我的助理凭什么你说辞就辞啊？我是主编啊，你知道什么是主编吗？他不仅是你的助理，还是公司的员工。如果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不够，我是有权辞退他的。辞退是吧？ 你跟他去人事部，我看公司给你掏多少赔偿金。谢谢祥姐。行了，没事的，好好工作。嗯。